在台南老家乖乖待满14天居家检疫的子瑜，隔离期满，立刻搭机又飞往韩国准备工作。18日，他推着行李低调现身韩国机场。他戴着白色帽子、口罩，就连眼睛都快看不见，全身包得紧紧紧，就是要做好防疫工作，好好保护自己。不过这样飞来飞去，让小记者好心疼子瑜，请子瑜务必好好照顾自己。而亲和力第一名的吴立子瑜，在面对记者各种要求，也是配合度百分百。Bye-bye.